因为白话佛法你提到心浮得飘心定得定心定得生道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心浮得飘，对啊，你心浮动了，你不是就是飘了吗？啊，对不对啊？是。哎，好啦，还有呢、啊、还有一句是什么？心定得立定，心定得定，心定得生道。啊，对啊，心定的话，你就是静下来啦。你说说看，你定的话，你是不是生定下来啦？你要是定下来的人，是不是得到啦？啊，你说说看，你乱七八糟的能得到不啦？你人定下来了才能得到，这还听不懂啊？好，明白了。